谢谢。屏东有最好的地点可以看到南十字星，就在猫头鹰。他说：“哎，县长，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看，这个这种大自然的资源，永远、永远都给你们，有没有机会把这样的资源转化变成是一种产业呢？”啊，他是先要求说。现在以后你们的很多工程哈，路灯哈，减少化，啊哪会当哈，就坐在哈地上的这个路灯啊，啊万一影响光害，他是这样的建议。啊，我很高兴说有这样的人在这样推动这样的工作，我就进一步跟他联系。他后来呢就推荐说你们屏东的市主任哈。这个跟他们互动非常频繁，和平国小也有这样子的天文教育。你们屏东事实上有很多的老师是很专业的，我们是不是来办一下星光的晚会？他突然给我一个名称，他是有春天呐喊，这个星光在呐喊呢，你都没有听见哦，哇，那就很有想象力了哈，所以。这个名字就是他们不晓得谁发明的，你先发明的，哦，是你发明的名字，都是星光呐喊。结果这次我们就开始这样子筹备了，完全都是由老师跟这些天文界的朋友他们筹备，几乎没有动用到县府的资源。啊，咱这届。要招大家来看天星吼，万一有一个梦，嘛是对咱的囡仔开始。咱的囡仔吼，要让伊为低头变成抬头啦。哦，咱的囡仔。天天亮的星满满星。心内主角是迄个人吗？See you.